好，来，过来，赛车的时阵要尽量保持心情的平静，嘛尽量卖讲二喇叭。来看这件，这个中山高速公路路南、台南安定的路段，有一台半连接车，看到头前一台白色的轿车驶上慢路，就讲二喇叭。安尼袂得咯，这个轿车的驾驶性地举起来气噗噗，把伊的车切过连接车的头前，搁打档啊，刷来逼车，把这个连接车甲逼到路边，路车来呛声，搁举棍啊来喊车，安尼恶恰恰坏爸爸。高速公路上面甩车呢，特意拦车。为了管家己的性命安全，小轿车驾驶行向半连接车，警司正启动对呛声，搁较含的伫后边。哇！现在拿铁枝要下来敲人嘞。讲垃圾话，就准拄煞，搁摕棍仔伫车边咧比，刷来有几啊声讲物件声音。够恐怖的，这个人！哇！弄车呢？看到这么含的行为，轿车的乘客完全无加阻挡，搁伫边仔咧看好戏。过过程，互半连接车两个人真无奈。这一切因端行为偷渡的喇叭声。以后唔敢开车啊！歹人。整件代志都发生在国道一号路南309.6公里的所在，台南安定路段。当时轿车车速上慢，后半连接车驾驶起喇叭，爱伊驶较紧嘞。这个举动引起对方不满，伊先凊彩变换车道，搁向向减速，上尾也逼半连接车把车停伫路边，爱伊落车理论。半连接车前车牌受损，副驾驶座玻璃切角，依妨碍自由、毁损公共危险，侦办。凊彩伫国道，甲人砸落来呛声，这么含的行为全部拢放落来。警方嘛针对伊危险驾驶的行为，罚6000到24000元，另外阁吊扣牌照6个月，阁有毁损公共危险等罪嫌，也爱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